那不打开，里面要放一个鸭蛋。生命是立起来的鸭蛋，不是放倒的鸭蛋。鸭蛋是椭圆形的。你不能点。是。哎，哥哥。干什么？不行啊，太客气。你们唱歌太客气了。然后上台先倒咪倒糟倒糟倒。声音就亮了，两边一拜穴，闭起眼睛，要打架啊，讨债对的，欠钱不还，怎么样？是吧？好，这样。看我闭嘴，不要变啊，不能变声音啊，闭嘴是，张开嘴是，不能啊。声音不能往前走啊！咪哟咪哟咪哟，好，荡秋千了，哆咪嗦咪哆咪拜见。鸡整个都，天津别人都没吃，还没动筷子他，都放嘴里，要这样吃啊，抢东西抢。出汗，吐沫抹一抹，我们那时候跑步。
不出汗，抹盐，哎，出汗了，假装的。唱完以后，脖子和嘴是累的，肚子是累的，腰是累的，就成功了。千万不要这个地方没感觉，唱得舒服，哎，有一点微微的发热，也不要痒，也不要痛。听见没有？唱歌这样子，那就我就失职了。你我一唱歌，隔壁药房发财了，都是买消炎药了，买抗生素了。那我老师就干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我们一唱歌，这药房就失业了，我们都身体健康了，对不对？心情又好，对不对？又睡得着觉，安眠药也卖不出去了。啊，香烟也卖不出去了。哎，闭开嘴，张开嘴，闭着嘴，不能变，不要闭。啊，不能出声音，是，这什么意思呢？声音走后边了，知道吗？走后面，你关门，我不从那走，我从那走了。我们声音不能从那边走，是吧？从后面走，
起来啊。就是吹纸条那个东北啊。